迎回来，日全中金曲主持人前几届都要行礼如仪，颁奖人也是如此。不过随着金曲奖变得越来越活泼，颁奖人搭配颁奖项目也是越来越有看头。最近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周杰伦跟蔡依林在去年的同台颁奖，可以说是话题十足。而之前有刘德华、金城武、王祖贤等巨星加持，还有来自政界、体坛的明星来颁奖，可以说是相当的多元。而最近几年来，日韩偶像团体也是金曲奖的邀约对象，像是韩国天团 Super Junior 不但是能歌善舞，在亚洲的高人气也让金曲奖更多元、更国际化。还记得这个熟悉的音乐和舞步吗？韩国男子天团 Super Junior 刮起旋风的 Sorry Sorry 舞，原汁原味搬上第20届金曲奖舞台。尖叫声爆表 ，Super Junior 魅力惊人，这是他们第二次站上金曲舞台，第一次登台颁奖就创下金曲颁奖纪录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Super Junior， 真的很高兴，这是我们 Super Junior 第一次来到台湾并参加这次金曲奖，真的很感到很荣幸。我们这次参加这次金曲奖创了一个记录啊？是吗？那就是加油。那就是在这次金曲奖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颁奖人啊？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吗？加油。申东，你不要说加油了，现在我教你一个词，但现在用的时候是赞赞赞金奖加赞Super Junior 赞，对吧？2000年之后，金曲奖在表演节目安排煞费苦心，开始把触角伸向在台湾知名度大开的国际级艺人，来担任颁奖或表演嘉宾。第23届改由女子团体 Miss A 接棒，还特别带来中文歌曲演唱，诚意十足。是日记，一时是一时是散落在不同的彼此未来，是你一点点一点点全被你放逐在千里之外，不要装作可以置身事外，一次次不断给我伤害，因为我永远不会离开。韩流当道，日本艺能界也不遑多让，第22届 AKB48 应邀出席，16人大阵仗一字排开，让观众开了眼界。马阿西罗那第一下子你AKB 超萌演出在加码，与进军日本的飞轮海一同担任颁奖嘉宾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AKB48。 和 AKB 同样来自日本的不老帅哥福山雅治，在24届展现出他风度翩翩的天王风范。大家好，我是福山雅治，很感谢来台湾。好了，我知道大家很羡慕我啦，因为我的 Facebook 啊，我的 APP， 我的 LINE 都已经塞爆了，大家都说很羡慕我，但是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就由我来跟福山雅治先生做近距离的接触。日本有福山雅治帅气压境，台湾和香港也有天王巨星魅力同样难挡的刘德华。第8届与已故巨星凤飞飞合班国语歌后，好久没有跟凤姐在台上一起，然后我想一想，大概在差不多2年啊，2-3年前啊，有没有？你就是在那个我爱彩虹的那个节目上面，就是可以。你记性真差，那是10年前，已经10年了，有10年了。影像为过往云烟留下记忆，金城武从青春偶像到亚洲巨星，这一路的蜕变在金曲的颁奖台上就能看出端倪。谢谢，我今天终于找到一个比我高的盼娜。盼娜？盼娜？盼娜 ，OK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、こんばんは。はじめまして。各位大家好。
不要激动，不是我入围啊。颁奖人怎么选怎么搭都是学问，搭配得宜就能成为焦点，默契绝佳就能擦出火花。洪荣宏与江蓓这对歌王加歌后组合，当年同台就像现在的双 J 一样备受瞩目。恭喜你啊，又得奖了啦。不好意思。那我觉得你也不错啊，你第一届就拿去了嘛。对，我一直跟金曲奖都是有缘的。对，不过呢，我觉得呢，评审呢，我觉得颁发给曾馨蕾是对的，因为她是新人，应该是多多的鼓励。对，我们应该是鼓励新人才对嘛。对嘛，那你把老娃娃那个戴康嘛做嘴新人，你哪不要让他们得呢？打开信封这一刻，不论台上台下，心中都是忐忑。念出来的名字将决定入围者接下来的喜悦或失落，颁奖人压力也不小。一紧张，稍微闪神，就会留下尴尬的场面。得奖的是王力行。王力行念成王力行，结果让同样入围的王力宏先冲上台，观众席上的 SHE 陈建州逗趣表情全被拍下来，莫文蔚超尴尬，索性下一届就让他有机会返回颜面。哦，这个我也会念啊。得奖的是王力宏。好标准啊，你们的国语啊。金曲奖迈入第25届，从学步蜕变到突破，从台湾音乐人的肯定到华语音乐人竞相追逐的荣耀，加上国际艺人的增添星光，主持人、颁奖嘉宾、表演节目环环相扣，连结出一届届、一幕幕让人回味无穷的音乐盛世。